师兄，你来得可真早啊！你带着弟子先行回谷。是。昨夜你跑得没影，今天一来就发号施令吧。昨夜我遇到些许意外，回谷再说。岗前的九尾，回谷再说。是。 承蒙二位倾力相助，嘀咕上下感激不尽。上官师叔客气了。天下正道，同气连枝，本是分内之事。师叔面色不佳，不知昨晚发生何事？啊，微末琐事，不必挂怀。此间事了，实在不敢再劳烦二位。改日，老夫与云师兄。 一定登山拜访。若是那邪魔真的复生，只有那年轻人才能给南疆众生带来一线生机。 那年轻人身怀玄火剑，那是镇压兽妖的唯一至宝。希望我在临死之前，能救下那年轻人的朋友。盼着这点情分，再饿来时，他挺身相助护我族人。只要族人在。 金族就有希望，前辈。你所求之事，我答应你了。多谢前辈。不过，我并。 十分把握，只能尽力而为。我希望你也能答应我一件事，前辈，莫非是要我寻回禁足圣器？只怕为时已晚，实不相瞒。 这圣器乃南疆远古传说中魔王复生之药，如今危急一线，南疆圣灵恐危矣。此间利害已如实相告，他日若是禁足罹难，还望你能护佑一二，可否？ 此事我应下了，多谢。
小凡，你，这就送你上路！ 阿哥太没有如愿承受圣物，他怕想独吞圣器，全部停手，去追阿赫台，是撤退的好消息，快救人！救人！组长！组长！组长！ 南疆就是木族的天下，就是我的天下！厉害，厉害！朕，看样子你是不想遵守诺言，交出圣器了。兽神大人早料到你有此一招。 既然传你黑火，自然有对付你的手段。出来吧。 80年不见了，老友。
于要出来了吗？兽神大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当年我同云师兄曾向他许诺，你那位谷主师兄的话你自己信？你我各为其主，将来吉凶难测，你多保重。老友，你道很高深，远胜我，但我有恶龙护法，圣器加持，你拦不住我的。多年交情，还是留一份情面吧。鬼帝，想不到你嗜杀成性，连村民妇孺都不放过。如此丧尽天良，天下正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阿弥陀佛。还望陆师妹与法相师兄相助，绝不可放过他。魔头，真是该死！可恨！我焚香谷，今日当替天行道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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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得好！杀得好啊！其心方能舍慧行道，你如此放任戾气侵蚀，甘受心魔摆布，沉沦仇恨而自苦，何日能得解脱？张师弟，解脱！解脱！真的是你？为何？既然你不愿回头，那就由我。眼前，
这是风疾，我又该怎么活下去？剑来，你要死了吗？你的仇未报，债未还，就这么死了？断了吧！啊！断了吧！我是大珠峰弟子张小凡，请师姐千万莫要手下留情。我得恩师传道，会有天涯神剑，却败在了一根烧火棍之下。陆师姐，刚才你舍命救我护我，我不要走。想不到我今日会和你死在一起。不惜自己的性命救我护我，我便一般对你了。你心中苦楚，天知我知，我不能分担你的痛楚，便与你一道承担。Huh!
那里就是七里洞吗？200年前，卑鄙的金族人夺走我们的圣器古玉，将我们驱至最贫瘠之地。凶神保佑，今夜我们将夺回古玉，金族血债血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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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债血偿。你看山上一闪一闪的，好漂亮啊！都给我杀！金族人供奉的犬神像，只有在灭族之危时，才会发出这种警报。是修道中人。这操纵风云之术大为诡异，不似中土道法。哼，真神庇佑我族，一战克敌，血溅池荣。劫难将至，全神保佑。女人和孩子撤往山上。快快快，往那边走。战士们，拿起武器。你要帮他们。火光黑云，邪气冲天，怕是邪道妖魔作祟。上官师叔，我们该当如何？师叔，除魔卫道，我辈义不容辞。师太从急，我先行一步，你们也速速赶上。既如此，我等也速速前往吧。Yeah!
他们的血祭全神。我族两百年的血与恨，今夜要让你们全部偿还。黑掌古玉之日，就是木族取代金族称霸南疆之时。这邪术难道是只有兽神大人才能给木族带来新生？
鬼，恶鬼！我二叔，快跑啊！为什么？风大雨大，你又为何来此偏僻之地？为何？为何？为何？如果不是你，不是这样的。众主，你我有此殊途之缘。小凡，小师弟，冷清，小凡，小师弟，小师弟，小凡呐，小凡，小师弟，不会剩一败部，他们不死，你如何杀得进我？不愿舍小命，如何得大道？我这一方空气，你怎么不知呢？